今天我们吃南昌拌粉。这南昌拌粉有一点点微辣，喜欢吃辣可以放点，像幺妹儿一样放点辣椒油啊。鸡蛋，这个南昌拌粉你们拿回家煮的时候哈，冷水下锅给它煮个几分钟过后，给它关火，给它焖个两三分钟，它的分量就比较多，而且焖出来的话比较软。拜拜。